欢迎回来《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》的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七月的第三周的活动就是超级混战模式，游击战。哇哦，这个字很难读一下哦。好吧，那我们不理它难读还是不难读，就是一个大战。好，超级混战模式就对了。好，那什么声音啊？我们还没开战。好吧，又是说米尔三豪。好吧，那你也想玩这次的游击战吗？哇哦，你那个很特别哦。哇哦，你那个炸弹很特别哦。哇哦，好，那也应该是一些角色吧。好，等老师有机会呢再去表演表演这些特别的角色吧。好，那首先今天我们那个活动呢一定要去打这个游击战呢、啊、好，好，我们先进去那个传送门，然后去打这个活动咯。走吧走吧。哦，原来这个炸弹，哦，哇哦，可以看吗？为什么我的只是一个炸弹，你的这么多炸弹的呢？好吧，不管了，我们先看活动吧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吧。哎呦，开始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先飞高高。哇哦，前面很多玉米粒哦。哇哦，我们不够他们打了。为什么一枪都不中的呢？为什么我有6543321这些东西的呢？哦，就是说我要去攻击人啦、啊！哇，我身上有炸弹，哇，这个游击战真的很不好玩哦，打屁股啊这样。好，哦哟，这样怎么好玩呢？感觉有东西的，哦，炸弹，我的妈！龟派气功，哦，中了，哦耶！救人啊，救人！哦，走人！哦，里面很多人哦，飞高高，很多哦，死了哦，好玩哦，丢个烟雾弹过去先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走吧走吧，我这边有，是他，我死了死了，哇，我身上有很多炸弹哦，一定要是人哦，哦哦，啊哦。谁是我这么痛？哇哦，这个就不好玩哦。好吧，我们马上重生吧。好，哇哦，这个游击战原来是身上有很多炸弹的，要很小心。丢个炸弹过去先，飞高高就以你龟派气功。为什么这边有人？跟他死过吧。哦，哇，我不能再试什么龟。好，一直跳吧。哇，我走到来自耳边哦。哎呦，我乱走一通，哎呦，不能走到那里去，好吧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，马上重生吧。好，我们玩一个认真的吧。好，不可以认真哦，因为身上有带着那个炸弹，有秒数的，30秒给你。哇哦，这样就不行哦。哇，22、21了，哇，20秒一定要找到人啊。我这样子怎么办呢？人呢？惨哦，14秒，哪里来得及啊？龟派气功，哎呦，惨了，还有6秒，哦，中了，耶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好运！好，我们丢个东西，哦，很多炸弹，很多炸弹啦！乱试一通，乱试一通，好，射！哎呦，哎，又好回了，我们来这边吧。好，哦，小心哦，在这边。哦，哦，龟派气功，哎呦，龟派气功还没出到，哎呦，哇哦，哎呦，很不好玩哦。好，马上重生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哇，我们身上一直带着那个30多秒的炸弹，很难打嘞。好，龟派气功给他过去先。哦，哎呦，乱试一通。好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飞高高吧。哦。为什么有人？哦，这边有人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哎呦呦，惨了，真的就……哎，什么事情？哦，5颗彩虹星星哦！耶，我们赢了吗？
好，我不能发生什么事情，哎，很刺激哦。好，哇哦，我、哦、果然这样是得分，我们赢两分了。哇，这个好好玩哦，呵呵呵，哎呦，好刺激哦。好，游击战，哦，好不错。我也，呵呵，哎呦，那个很可爱耶，这个士兵。好，哇哦，喂。诶，我们的双一开始就排第三名，好厉害哦。好，老师是呵呵差太远了的分数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回合吧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看这个仙人掌吧。好，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仙人掌有点麻烦。好，首先呢，因为我们身上有带这个炸弹，很麻烦，这样就完蛋了。我一定要飞高高，23秒不中人就 GG 了。呵呵，冲吧冲吧，要先看到有人吗？哎，有看到很多人哦。好，第二个炸弹过去。好，我们下来试这个吧。好，试试你，快点哦。哦，为什么要试我这个？哦，完蛋，大家，我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人帮我试。哎呦，我的妈，谁帮我试这么好？如果在这边不是很麻烦？哇，25秒给我，我怎么样去秒人啊？我的妈呀，走了走了。哎呦，游击战真的是很难玩欸。哎呦，这样子我在试屁股啊，15秒根本不用试我都死了，要完蛋了，这是完蛋了。4 3 2 1，哎呦，大家 KO 到。哎呦哎呦，爆炸了，哇哦，太刺激了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哦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先用着这个角色先吧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仙人掌有什么特别的。我是为什么飞得这么高呢你？哎呦，怎么死呢？好，射射，哦，射射，死了你。好，射，哦，哎呦。啊，帮忙试一下吧你们。哦，有。好啊，你跟我报仇了。哎呦，好，这个很难用哎。好，我觉得有点难用哎。好，放个这个洋葱炸弹去前面，放下你们吧。好，有人吗？哦，很多人哦。哇，后面很多人哦。哦，为什么这么快就爆掉了呢？哎呦，完蛋了！哎呦，九秒、八秒、七秒，这样子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又爆了，我又爆了！哎呦，还有一秒，不用看了，拜拜！哎呦，这个仙人掌真的是很难用哎，谁用它就肯定是 KO 的了，就肯定是被炸死哦。好，哇哦，这个难打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我怎么样试人呢？这样子，哦，中中中，好哦，好，有人跟我们试了，好，哦，你们帮忙试一下，哦，我的妈，为什么中几枪就死了呢？哎呦，这个十字弓很痛哎，我是中几次就死了。好，哎呦，很不好玩哎。好，哎，放个洋葱炸弹去看看。好，用洋葱炸弹攻击，好像有人哦。我们试，哦，帮忙试下吧你们。好，丢个炸弹，哦，我又爆了。哎呦，惨了，这样子就11秒，怎么可能？八七，哎呦，我就哎呀被炸死了！2 3 2 1，耶，被炸死！哎呦，这个真的超好玩哦，我还没有打到就被炸死了。哎呦，这个圣人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真的死多过生哦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活动呢不能用仙人掌哦。好。一定要用玉米粒。好，我们再表演一次我们的仙人掌吧。好，哦，撞了，哇哦，爆头直接 KO， 哇哦，这个仙人掌很臭屁啊。好，再试，哎，好，再试，哦，又爆头。好，还有吗？哦，这个好用哦，这个仙人掌远距离的哦。
好，我们刚才还有吗？瞄一下，瞄一下。哎呀，它要飞在上面哦。哎呀，惨哦，三十多秒，我怎么样生存呢？好，哎呦，给一个机会给我试一下嘛。哎呀，完了，五秒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爆炸！哎呦，这个好玩哦，涌现能长一定爆炸的哦。好，我们重生吧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洋葱炸弹去前面看看。好，我就不信我的洋葱炸弹是这么的差。喂，好像很多人哦，外面，哇，外面一群哦，喂，怎么打？好，就放在这个地方吧。这个太多了吧？哦，跟你试过。哦，哇哦，这么准！哇哦，还有一秒！哎呦，完蛋，拜拜！又爆了！哎呦，这个仙人掌不能用洋葱炸弹哦。好，哎呦，三颗彩虹星星给克拉吗？仙人掌是真的是不行啊，这一个活动。好，大家都看到老师被炸的死呱呱，好吧？那这次我们的植物是非常的差的距离。好，哇哦，可以看吗？僵尸还是很强哦。我们的 shop 一二三四，哇，有排行哦。哇哦，巨快的速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那目前我就看一看老师，哇哦，我们的 shop 排第一名哦。哇哦，老师排在中间。好啦，因为用要表演一下这个远距离的这个仙人掌啊，个人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试一些特别的玩法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回合。好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就是超级突击兵。好，用十字弓的哦。好，冲吧冲吧冲的。好，呜、哦，这个就。哇，很难玩笑哦，这个好，19秒怎么办呢？好，故意派气功，不中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感觉好像有东西呢。哦，在哪里呢？他们哦，在那边，在那，没人啊。哦。哦，帮忙下！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哦，好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抵个烟弹箭，跳高高！哦，龟派气功，哎，不中！哦，帮忙试哦！哦，哇，这么多个三打一！哇，你们，哇，围殴哦！哎呦，好恐怖啊！好吧。三个打一个僵尸需要吗？哦，我被算命的上救上来了。哦，感谢感谢，耶、yeah, ，我们被救上来了。哦耶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走吧走吧。好耶， yeah, 可以了，一起吧一起吧，团结就是力量，龟派气功。哦，有主攻，好，这边五四，好，哦，四十了，好，哎呦，这个炸弹一直响，很恐怖哎，哎呦，25秒给我，哎呦，喂，那边有鬼，跳高高，龟派气功，哦，不中。哦，好哦，有人帮我试，不错。哎呦，29秒，一直要走，有点麻烦。哇，下面很多哎。哦，死了一个，先跳上去先吧。哦，好多人哦。哎呦，很多哦，在下面。哦，帮忙试，哦耶 ，OK， 好了，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，好，算我们走吧，一边走一边攻击吧。哎呦，很多人哦，哦，
龟高高，龟派进攻，哎呦不中，哎呦我这是墙壁，好哦。哦，一十四秒，完蛋，怎么办？哦，帮忙试下吧。哦，我在后面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们这里夹很臭屁。还有吗？喂，这边。哦，我的妈，为什么？有人，有人，帮我试下。哎呦，转到我头晕。哎呦，乱到我在试，不是什么东西哟、哦。还有吗？哦，哇，说你太强了吧。好，还有吗？哎呦，跟着你就是了。还有吗？哦，自己人嘛，不要像自己人，自己人，人呢？哎呦，完了，这样惨了，哦，爆炸！哎呀，这个三十三秒有够短吧？阿巴马，这重生。好、哦，还有吗？人都躲到哪里去呢？僵尸，植物呢？哎呦，这么短的秒数，我怎样去找人呢？三秒。哦，你们可以看，哎呦，无法复活，哎呦，帮忙死吧，好，救我上来好吗？啊、应该来不及的。哦，好，慢了，慢了，慢了，好，我们再次加油，加油。哦，直接死掉！龟派气功，好，丢个烟弹过去先。哦，主攻好，可以了，帮忙试下吧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主攻。哦，在那边。哦中哦中好哇哦太刺激了好还有哪里呢？走咯走咯走咯！为什么这些植物都不见人呢？好，龟派气功。哦，死了！哦，还有七十粒的血。好，飞高高！哦，我差点中。好了，植物都不懂藏到哪里去耶。哦，在上面。哦，快点啦！三秒中，哦耶！走了走了，耶耶耶，走了！哇哦，哎呦，很痛很痛！哦，哇哦，好吧好吧好吧，哦，我们要赢了吧？好，我们重生吧。哦，四十四哦，僵尸很不错。好，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好，跳上来！哎呀，跳不到。好，我们再去前面看看。哦，死了。好，龟派气功。哦，帮忙试下吧，你们。我。哦，我又被炸爆了。哇，好。好，应该是被炸死哦。好，马上重生吧。哇，他们一直在躲在后面，我们怎么样赢呢？
龟派气功，哦，好，哦，五颗彩虹星星，耶，我们胜利了，好，哦，好快哦，好，僵尸得分，哦，这是僵尸很不错，那就是说这个活动就是僵尸的时机了，好，哇哦，这个僵尸真的很不错，哇哦，哎呦，我也有拍，哦，我跟宋跟老师都有顶尖表现，哇哦耶，打个招呼吧。好耶、yeah, 可以看吗，哦，送牌第一名哦，哇哦好，嗯，不错，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回合吧。好，今天这个就是最后一合，那我就用这个兔技冰玉米了。好，哦，它有技能叫做全力兔技，哦，很不错一下哦，看上来。好，我们跟着双蜜而三吧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四十一还有九个，赶快咯，哎呦，我还有二十秒，怎么样玩呢？哦，这边，哦，死了耶！龟派气功，哦哦，中了耶！好，后门有人，后门有人。哦，这边，好，哦，帮忙试下你们。丢个奶油，好，哦，哦，好，死啦！哎呦，好，后面很多士兵哦，要去杀掉他们。好，四十九了，哦，杀到一个就赢了。喂、哎，好，技能，好，哦，四十九，哦耶，五十耶，彩虹，彩虹星星五颗，哎呦，好紧张哦，紧张到我都不说出说不能说到什么话出来了。好，那植物得分耶，五十个了。好，哦，不错。好，那应该是速战速决。哦，又是寿命二三，哇哦，你的顶尖表现，哇哦，杀了十三个人哦。哦，好，又是送一二三排第一哦，哦，老师也是一样在中间，好吧，那这次的这个活动游击战呢，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玩，也很刺激，然后不给待太久，因为它会爆炸的哦。好，喜欢这么刺激的呢，有点速战速决的呢，可以赶快去玩一玩这个活动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边就结束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